两个耳机都是塞紧紧的，如果你们今天音量没有到达一个程度，我会当做我的歌迷对我的爱其实有点冷淡。所以请问今天你们参加的演唱会名字叫做是？对，所以其实今天所有在 TICC 的你们全部都是属于曾沛慈的你之音。我觉得今天的你们，我很希望比以往更多更多的听到各位的声音。你想要怎么对我说出你的感觉，或者是想要怎么唱出来那个什么什么歌声，都可以，脏话不可以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必须大到我真的听得到，不然我没事，这个耳机我。不太会打开，就是对，想吓死我，进，好，所以呢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，但是歌声也要是这样，可以吗？你们刚刚有唱爱你的我这样吗？我来弄我听你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有非常多的歌。准备好出我的迷之音了吗？